作为龙的传人，无论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，无论有多少历史恩怨，两岸军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崇高历史使命，那就是为祖国的统一而战，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核心利益而战。一名台军官宣布退伍时表示，我是中国人，不为分离主义而战，说出了两岸中华儿女的心声。据海外网报道，台军官邱居宏12月在社交媒体上称，自己当初从军是相信台湾会发展的越来越好，民众会生活的越来越幸福，在此信念上愿意去守护台湾，守护台湾民众，愿意去为台湾奉献，为台湾牺牲。然而台独奉行的分离主义让这一切都失去意义。邱玉红表示，台当局在两岸关系和军工匠等一系列举措令他非常失望。他表示，如今的台当局已不值得被守护，作为一名中国人，他绝不为分离主义而战。邱玉红的文章引起两岸中华儿女的强烈共鸣，不少大陆网民称赞他是真正炎黄子孙，有钉铮铁骨的中华好男儿。台湾网友留言称赞是一位令人敬佩的青年，既有勇气也非常有智慧，是条真汉子，不为台独而战是每个炎黄子孙的心声。类似的正义声音并非第一次出现，两个月前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严德发称，当然不会为台独而战。在海峡风高浪急和大陆武统生一浪高过一波之际，严德发的回答同样引起两岸的强烈反响。全世界190多个国家，只有几个国家没有统一，中国是其中之一，五大常任理事国没有完成统一的，中国是唯一的一个，只有收复台湾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真正的崛起，这是伟大复兴的标志之一，实现统一不但是解放军的光荣，也是台湾军人的光荣。中美缠斗之际，美台之间军事合作升温，在这三角关系，北京是箭统，台当局是箭毒，而美国卸台之中，台湾民意是阻止台独势力的重要力量。邱玉红这种理性爱国的声音不是多了，而是少了。台独势力妄图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，挑起两岸对立，割断两岸同胞的血亲纽带，是两岸和平发展的最大障碍，和平稳定的最大威胁，必须坚决消灭。我们坚信，随着更多的台湾青年认同一个中国原则，坚决不当台独势力的炮灰，和平统一的历史航船一定会驶向胜利彼岸。台独必战，谁帮打谁，不惧怕美国的军事讹诈，他想介入却要冒着跟解放军全面开战的风险。这场战争没有赢家，美国将彻底丧失霸权地位，得利的将是俄罗斯、日本和欧洲列强，孰轻孰重美国比谁都清楚。火星方阵此前说过，台湾早晚都要统一，晚统一不如早统一，为台独而战生死明灭，遗臭万年，战场起义剿灭台独将流芳千古，何去何从，台湾的弟兄们可要想清楚。爱国不分先后，解放军优待俘虏，放下武器吧，螳臂当车，不如倒戈卸甲，战场起义，国安民乐，岂不美哉？邱玉红的举动可以唤起更多台湾军人的良知，究竟为谁而战？为中华民族而战，将留名青史；为分离主义而战，将遗臭万年。邱玉红，全中国人民支持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